你找我要麻烦我什么呀？你看我们好歹呢夫妻一场，我们又有一个那么可爱的女儿，我这么多年都没回来了，我约你见见面聊聊天还不行吗？聊聊天可以，但你这人有时候言而无信，你让我有点没底。你怎么说话的？你就是上次在公园是吧？咱说好了嘛，你远远的看着女儿，那你就非要去见她，非得给我吵吵，后来把女儿给引过来了，是吧？当然还好，哎，这也见也就见了，还不错，比我想象的好。我们家女儿那还承受力非常好，也没感到什么意外。后来我给她一想想这个问题以后啊，她非常能理解。那童话知道妈妈回来了，这么多年都在国外，她有没有怨我呀？你能不能别把孩子想那么幼稚啊？我童国庆教育出来的女儿，那比一般单亲家的孩子心态要健康的多了。那就好了。哎呦，是我这心悬的呀。嗯，哎，那我哪天上家里去看看他？啊？你要去家里看他？当然得去啊。哎，童国庆，你不会是想着我跟女儿在公园里就那么见一面就算完事儿了？我跟你说，肯定不行。我得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跟女儿多接触啊，我得让她多了解我呀。哦，那你这有点得寸进尺了。什么叫我得寸进尺了？你这话说的怎么那么难听啊？我跟童话已经见上面了，他也已经知道妈妈回来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再去阻挡我跟孩子见面。别，我什么时候阻止你了？我说没让你见面吗？我说不让你到家来吗？你太敏感了吧？那我尽快得去，你赶紧安排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？我知道，知道，好，行，很快。家人风尚与您同在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再见，再见。单位不在这儿吗？我过来看你一眼。喝那么多没开车吧？
这酒驾我不想坐六个月牢，打车来的。你赶紧走吧。遇见多少，错过多少，还要多久才能不用再爱？我送你吧，这不好打车。去争吵，把所有的不安全都忘掉，有多美好才会祈祷，谁不想被疼爱，一个人的苦笑，只觉得彼此理解太少，要多可靠，心甘情愿被套牢，别太计较。会开车吗？啊，我有还有你这么开车的吗？你已经看不见吗？臭傻子！行了，不是怎么着？你妈就这么教你开车的？亲爱的，别烦恼，我会陪你到老。牵着你不放手，怎样都不再跑。亲爱的，是我不好，我一定陪你到老。只要真心的爱，就一定会被幸福拥抱。唱的望着大海，想什么呢？阿三，有一个事儿，我想告诉你。说吧。咱们也交往了一段时间了，但是，我真的是找不到恋人的感觉。你不准备再努力一下吗？我不兜圈子了，你也知道，我心里一直放不下车子君。其实我早已经发现了，你记得上次我们去海滩的时候，我觉得哈，今天呢，咱们这种不期巧遇，我觉得冥冥之中是天意，好吧？我你们俩毕竟好了这么多年了，这是个机会。小车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，好吧？你能轻易理解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就想问。哪儿来了，小雨？哎呀，你好，哎，姚，你好。他看你的那个眼神，还有你看他的那个眼神。知道你们两个彼此心里还有对方，还有我去他公司买车，我就好好说，就这样。我们过来是买东西来了。买东西怎么了？啊，干那些事儿是男人干的事吗？干什么了，陈同学？办的是人事吗？我怎么不占人事了？干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？非要我告诉你吗？你说吧。你别看你长那一逼脸，怎么回事啊？小姐来了。我不想看到他，十五天了，我坚持下来了。我没有打一个电话，没有发一个微信，我真的做到了。你为什么要让我坚持？我当时就知道了，我们两个可能走不到那一步。不过没事儿，在你失恋的这段时间里，我能尽我的能力让你快乐一点，我觉得反正挺值得的。谢谢你，马三。没有会做饭的老头有吗？不是，您没跟上节奏，他一起。再来啊，爸，我们三人要一起啊。咱们摇啊！快，爸要加你，快点，快点，传微信。咱们直接对话，嗯。
现在时尚人士都不玩这个了。不，趁你们仨都在，我有一正事要跟你们说一下。不，你说之前，我先问你啊，你跟那马赛怎么样了？我跟马赛结束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结束了？这你才处几天呢就结束了？你这决定太草率了。爸，我想得很清楚，如果我跟他继续走下去，那才叫不负责任，才叫草率呢。我跟车子君分手之后，我觉得一点都不快乐，所以我已经错了。如果我跟马赛再走下去的话，我就错上加错。爸，我现在只需要您支持我，我想跟着心走，行吗？心走？小雨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想尊重自己的内心感受，他不喜欢那马赛，没法跟马赛在一起。是小雨，你听我跟你说两句啊。这个人跟人之间吧，要想产生感情，那一定要有时间，所以就是说叫日久生情嘛。爸，我跟马赛是初中同学，我们都认识那么多年了，还没接触呀？不是你中间不是断了吗？中间不是一段时间没见着吗？现在才联系上啊？我跟你说啊，666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不，这跟农药有什么关系？这。农业科学家就研究这个农药啊，研究了一共666次，经历过了665次的失败，最后终于成功了，就用这个成功的次数来命名的，所以必须得经过啊这个互相的磨合呀，最后两个人产生感情了，你必须经过时间吗？这爱情跟农药研发它不是一回事儿，爱情它有感觉就是有感觉，没感觉就是没感觉，有感觉一次就够，没感觉6666次也没戏。我想说的我都说完了，爸，您自己消化一下吧。是不是又跟那小车车搞在一起了？你知道吗？我可不知道。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呢。还摇吗？摇什么呀？啊，不是摇吗？啊。今天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个情况啊？把大家全部召集过来了啊，搞得还有点仪式嘛？是不是想宣布什么订婚还是什么呀？没有那么严肃，就大家伙热闹热闹。哎呦，别，说说原因，到底为什么？不用管，说说。哎，各位，都安静一下。我都搞不明白怎么。今天我们小吃把大家聚在一起哈，想不想听为什么？想。OK, please。快。Please。来一个！哎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的到来啊！我就是那个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啊。之前我和小雨不分手过一段时间嘛，然后分手这段时间呢，我觉得我特别离不开他，他也离不开我，我们俩谁也离不开谁，所以呢，我们俩又和好了，请大家做个见证。啊，哎，对，还有第二层意思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我们之前分手的时候啊，我特别痛苦，受到了好多的朋友们的关注，比方说童哥呀，还有敏敏呐，是不是？办这么一个 party 吧，感谢一下大家，谢谢大家啊，吃好喝好，就这么多。怎么谢我们呀？怎么谢？说具体点啊。太简单了吧？对啊，太简单了。再说具体点。我不会说，行了，行，喝起来啊。要不要听听具体的？对，快！不是，我真不会说。小雨，你是？快，不起来！一到关键时刻，我不会说。快！快！那我随便说说啊。哈哈。那我说一说啊。我和小雨呢，我们处了有4年了，所以我挺在乎这段感情的。
我之前呢，我做了一点，就是做了一些吧，挺不靠谱的事儿。当然了，也不是很不靠谱啊，这主要是阴差阳错啊，大家挑重点听。所以让小雨觉着吧，我这人，就是挺没有安全感的。然后这事儿弄的吧，以前小雨老查我。说实在的，他查我那段时间呢，我有那么一点儿，有点小烦。但是呢，当我和小雨分手以后，我发现没人查我了，也没人管我的时候吧，我这心里边特别空，就说不上那个感觉，特别不是滋味。贱吧？哎，真的，玲玲你说对了，就是贱。我这一回家吧，也没人跟我说，小车车，你下班了吗？小车车，你累不累啊？小车车，你吃饭没啊？再也没人跟我说了。所以就打这事儿，我才真正知道，被人查其实是挺幸福的一件事儿。好，哎，你别避重就轻啊！你跟我们讲讲，你们俩分开以后，你到底心里有多痛苦？我难受，我特别难受，我真特别难受。我晚上我就睡不着觉，你甭管我再累吧，我回家我一躺上床上，我脑子是清醒的，我真睡不着觉。所以我当着大家的面跟小雨保证，我以后我肯定洁身自好。我严格律己，我再也不主动跟那些异性交往，然后对我还也不客观的、被动的接受那些异性的饭局啊、酒局啊，我都不参加了。我以后都跟着你混，就是零拒绝，零拒绝。哎呀，我说的也不太好，这心是真的啊，就这样啊。好好，谢谢大家。得了，喝酒吧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谢谢大家。各位，是不是该有请女主人公发表点感慨，说两句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你说两句，说两句，说两句。小雨，说两句。小雨，各种发言弄得跟结婚似的。合适，合适。我们俩吧，这几年过的吧，一直是分了合，合了分。后来我发现一件事儿，其实我一直在跟着自己的心走。有些人对你再好吧，就是没感觉。有些人天天气你吧，你还就是离不开他。这还是刚才大家说的那一个字儿，贱，双贱合璧。你跟这个小雨到底怎么回事？您这个都知道了？我就特奇怪，你们这不刚相处几天呢？啊，我还特别看好你，怎么说分手就分手了？其实我跟小雨相处的这段时间里，他还是忘不了车子俊。其实小雨他这段时间也挺痛苦的，他确实是想忘掉车子俊来着，但是你说他们两个这么长时间的感情，哪是说忘就能忘的呀？我跟你说实话啊，这个小车我从一开始我就不看好他，我就不喜欢他。你们俩人能不能再努努力？也不是没努力过，嗯，而且这种事儿也不能强求吧。哎，那你跟小雨以后怎么处啊？这您放心吧，我们两个这么多年的朋友了，以后还是好朋友。好，以后你有功夫就到家里来啊，我还给你做面条吃。行，好。哎，叔叔，我知道您不喜欢车子君，但是我感觉小雨是真心喜欢他，他跟他在一块儿应该很快乐。我知道了。那个童哥今天是咱们在场的岁数年龄最大的、最有威望的，请他讲两句好不好？对啊，童哥说两句。对，怎么个灿烂呢？老童说完你说，我不错，我不错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说到我年龄最大，有点惭愧。但是年龄虽然大了点，但我的心态和你们一样年轻。我也是个单身啊，和大家都一个条件啊，我很自豪，很荣幸。既然我岁数大点吧，可能人生经验就比你们多点，是吧？那我就简单给你们谈谈关于人生和男人。这个人生啊。有点复杂了，我就说男人吧，啊，就是男人这种动物啊，他有瞬间的这种冲动，也有瞬间的真诚。比如刚才车车，他应该属于瞬间冲动和瞬间真诚，但是他一定是真诚的，
不管他机构做的怎么样，是吧？咱们拭目以待。不是你哪壶了？开个玩笑啊！好了，各位，咱们都热闹起来哈，该嗨起来，嗨起来！音乐 ，music。今儿挺好的呀！哎呀，这树怎么长胡子呢？就这样吧。哎呀，这地儿找的不错哈，大家挺开心。不带你这么自己夸自己的，行吗？怎么了？别人不夸我还不行，我夸夸自己啊？怎么这么厚脸皮啊？我不都说了吗？等将来咱俩真订婚了，必须像刚才说的那样，找一个大游轮。不是大轮船吗？就是大轮船，突突的那种。哎，一会儿结束了，咱俩去哪儿啊？能去哪儿啊？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呗。我不想让你走。我也不想走啊，那怎么办？要不我去你家？我爸会打折你腿的。是吗？要不我去你家？那你爸不打折你的腿啊？啊，怎么办呢？不想跟你分开，想想办法。嗯。哎呀，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。我可以跟我爸说我住普尔敏家，我们俩要聊工作。这挺好啊。而且我还不能自己跟我爸说，万一他一啰嗦。问这问那的，我又解释不清怎么办呀？我让我哥转达给他，然后就消失了。怎么那么聪明呢？聪明啊！那当然了。进来吗？迟到了？不说好3:30吗？你迟到了一个半小时了。临出门的时候，公司突然开个会，所以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你这跨国公司这外企，这都守时的，下不为例啊。参观参观吧，看过这房子吧。想喝点什么？咖啡，谢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家里还真没咖啡，我怕你女儿喝啊，我都不放这个。哎，喝点茶吧。矿泉水吧。矿泉水好像啊，也没了。那个，你喝点凉白开凑合吧，好吧？啊，都行。坐。谢谢。我刚才上来的时候，看你们这个小区还不错。当然了，我必须给我女儿住最好的房子。我是高尚住宅，依山傍水，啊，而且还增值了。女儿在哪念书啊？实验小学。教学质量怎么样？那绝对一流啊，国内重点。女儿功课好吗？相当好，前三名吧，这点随我。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？那我不介意，问吧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直还是一个人啊？两个人。哦。还有我闺女童话啊，我们爷俩过得非常幸福啊。嗯。那这些年你也是真的不容易。哎，不，你别问东问西了，说说你吧。你这次回来看挺忙活哈，你们这国际大公司的哈，业务挺多啊。我一贯都是这样的。哦。习惯了。我这次呢，其实回来有两个目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公司派我回来，拓展中国市场。那当然，我肯定是最适合的。
第二个呢，就是我打算这次走的时候能把童话带走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什么第二个目的？我的意思是，就是我的工作结束以后，我想把童话带走，然后我想让他接受国外的教育。哎呦，朱莉同志啊，咱俩不愧这个夫妻啊，生活过几年啊，看来我还真了解你。你这次回来给我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，我就猜到这一点了，我就觉得你不是单纯的为了看看女儿，一定是有预谋、有居心的。好，通过庆，你不要激动，我们俩今天能不能心平气和的，只是为女儿的未来谈一谈 ？No problem。你只要能心平，我就能契合。OK， please。嗯，首先呢，这么多年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，很愧疚，很对不起孩子。孩子那么小我就离开了，一直也没有得到母爱，我也没有办法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我其实在这方面已经没有办法补偿他，我只有给他全世界最好的教育。哎，小朱啊，你今天能第一次作为母亲啊，在我面前能提出亏欠女儿的这一点呢，我接受，我也原谅你了啊，说明你有成长有进步啊。但对于女儿这种教育，所谓什么有最好教育，真的你不用操心了。我们现在教育非常好，他那个学校也是国际化的，他有很多外教，他现在国外都过中国打工，你明白吗？啊，双语学校。OK， 童国庆，你听我说，嗯，国内现在发展的再好，这个国内的教育跟国外还是有很大的差距，这点你要承认。另外呢，国内的很多情况我还是比较了解。啊，不，我觉得你多想了。首先没你说那么严重啊。这个童话跟我哈，我们在一起生活一个很习惯，而且我带孩子太有经验了，你是没有经历的啊。所以说这孩子将来钱都我负责了，一点问题没有，好吧？你呢就我现在你我觉得也发展挺好，对吧？啊，女强人继续做你女强人，公司越来越庞大，希望你公司五百强哈，和你国外那个老公，你们生活的快乐。行了，现在你不提这事好不好？童国庆，无论如何，请你明白，我把童话带走不是要把他从你身边夺走，无论在哪儿，无论什么时候，童话永远是我们俩的女儿。我把他带走还有一个另一个目的，就是我也是为了你好嘛。这么多年你含辛茹苦把女儿带得这么好，带得这么大，我觉得我把孩子带走以后，你就有更多的时间，你可以开展自己新的生活，那多好啊。 No， 用不着，我跟童话在一起生活一点不影响我新的生活呀，甚至可能更有利呀。这个你真不用操心了，好吧？这事到这打住。 OK。 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童话快放学了，你该赶紧走吧，他马上回来了，快！童国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还没有见到女儿，你要撵我走啊？哦，对，你没见呢啊？对，你要和他见一面啊？那对，这个我忽略，对不起。那行，我马上接他去。哎，有一点我必须重申，就一会儿啊，童话回来不要给他说到国外什么上学这些事儿，好吗？我觉得我们可以公平一点，我们开个家庭会议，然后我们三个坐下来，然后我们问他。孩子有判断能力吗？怎么可能讨论呢？现在不要说好吧，孩子将来我负责了，不讲这个事了。凭什么？朱迪，你要是敢跟童话说带他国外读书，你以后就见不着他了。我把他藏起来，这是我的地盘，你找不着我们，信不信？OK， 这件事情我们先放一放，我们先不讨论，好吗？但是我刚才说的话呢，我希望你放在心里边，然后你好好的思考一下，好好考虑一下我说的话。你赶快去接童话吧。Yes。OK。苏月，我看这天怎么阴了吧唧的？你这晒衣服行吗？你不行收了吧，你别晾那儿。我看了天气预报了，晴转多云，适合晾晒洗车。我这腿可预报了啊，我跟你说准下雨。您腿又疼了，要不我给你找个膏药去。不厉害，不用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媳妇儿，这期中了。哟，多少啊？20啊。200。不是，你怎么猜这么准啊？你就不能往上再猜点儿？
就这我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呢。来来，倒给我。爸，我给你续口热的。那都是因为你那心太小。哎，爸，那个小雨让我转告您一声，这几天他不回家住了。啊？他住小普家。这不就是他？你干嘛有家不回住人家？说是台里边啊，像一档新栏目，所以最近比较忙，这样呢便于两个人沟通。他住家里边就不能沟通了？不是，小普家离台里边不近吗？谁让他这近？不是你，我跟你说，你可打个电话啊，说我不同意在外边。爸，这很正常，让好朋友住两天嘛。那小普你又不是不认识，他们多少年的闺蜜了。你别替他说话。来，赶快给打打。我呢，只是转达一下。您要是想打电话呢，想发微信的，那是您自己的事儿，好吧？你打不打？我不打。他让你说转达，你就给转达呀。他说不回来，你就同意呀？啊？不，这家风都让你给带坏了。不是，怎么又扯到家风身上了？我跟您说吧，啊，要是家风要是带坏的话，也是先从您这儿开始的。你这说话，你真没大没小。哎呦，爸，你们别上火。现在小雨和人家小普是搭档，那他俩住一起，万一有什么新想法，不是可以及时勾兑吗？你非把小雨叫回来，那可耽误他正事儿了啊！那不行，这我你打不打？你不打我打。爸，真的，我不打。好好打。你真不打？不打。不是你小，哎，爸，别着急，一着急血压高了怎么办？真是的。看看谁来看你了啊？童话，我是谁呀？叫妈妈。妈妈。Sweetheart， 来来来，快坐下来。我马上给你们做饭啊，你还在这吃吗？啊，当然了。真不客气。哎呦，跟妈妈说说今天都上了什么样的课？语文、数学、英语，还有音乐，还有……你们已经上英文课了是不是？那你告诉妈妈你的英文课好不好？还可以。Can you speak English with me? A little. Really? Oh, nice baby. 我想看看你的课本可以吗？哎，童话，爸爸有没有带你出国玩过呀？没有啊。童话，你晚上想吃点什么？随便。哇哦，这么多书啊！这都是你平时学的吗？是。这些你都会写吗？嗯。太晕了，烦人。Chanel， 这可是我花巨资专卖店买的，真的。行，你真花好几万买这包啊？对啊，不一样。你有毛病吗你？花好几万块钱买一真包？你不喜欢吗？喜欢就买就背着吗？我们俩老跟这包较什么劲呀？以后咱们有的是店要用钱的，结婚生孩子哪个店不要用钱呀？你怎么出手就几万块钱就买这包啊？有什么用啊？不是这包之前买的，我知道。以后我不买了，我把钱都用在生活上还不行吗？快收起来吧。收起来干嘛呀？买就是背着用的，省着点用。我以后我肯定好好挣钱，我让你把这种真包当假包用。以后不过你的心意我还是很感动的，以后你不要再给我买这种奢侈品牌了，我不适合用，先收起来吧。你怎么那么好呢？
这么晚谁给你打电话？不是我，那是震动，不是我电话，你电话吧？不可能！你看看，是吗？谁呀？这么不挑时候？我爸。喂，爸。我听你哥说你住到你同事家去了。我在普尔敏家呢。不是你自己有家，你住人家干嘛呀？没有，我们俩正好有点工作上的事儿要聊，而且他说他一个人住这儿害怕。你从来没有在外边住过呀，是不是？你说你习惯不习惯呢？哎，小雨，这什么声音啊？哦，那个，他们家那狗刚刚办了一下哑铃。还养狗了？哎，这安全吗？哎，我问你，这狗咬人不咬人？那狗咬人。你这样，你等着啊，我让你哥马上开车接你去。哎，别，爸，我开玩笑的，那狗不咬人，可温顺了呢。你要知道啊，这个狗呢，跟人不一样啊，它在你后边不定什么时候就咬你一口呢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啊，我们聊工作呢啊，拜拜。谁是狗？谁是狗？谁是狗？那你是什么呀？我明明是小猪猪啊！小猪猪怎么叫啊？你说我一天上班就够累的，哎呦，他桌子也跟我来气呢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是说咱爸呢。一回家还挨顿骂，你说我招谁惹谁了？玲珑怀孕了，晚上张罗大家吃饭呢。谁？玲珑，就我那小学徒，去年年底才结的婚，这会儿就怀孕了。啊，那好事儿啊。他没叫你？叫了，我不愿意去。为什么呢？你说这饭局同事聚在一起肯定就是那话题嘛，大家也都知道我在备孕，回头见着我，哎，苏月你怎么还没动静啊？你什么情况啊？我多尴尬。因为这个情绪有点低落。没事儿，媳妇儿，我总结了，任何一件事儿都不能急。你像老公买彩票刚开始急，怎么还不中啊？买，没中，又急了，买，还不中，更急了，越急越买不上。现在老公调整了一下，不急了。哎，我心态很平和的，我去买，不中我也不急。丁博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着，咱俩想要个孩子，就跟你买彩票中奖一样是奇迹呗？不是，不是，道理是相通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不能着急，就我是拿彩票比例子，越急越要不上，不急说不准哪天头等奖孩子啪一起诞生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到时候得请他们吃饭。所以关键是心态，哎，而且咱们得落实好，从现在开始咱就得调整，由内到外的身心调整放松。哇，谁啊？大姐，你是谁派来折磨我的？大清早的。没人吧？我不是人呐。不是没别人吧？没有。那我就放心了啊。你这干嘛呀？大包小包的。你睡你的，我忙我的。啊，布置一些现场。布置现场？布置什么现场啊？我跟我爸说我住你这儿了，怕老人家突击检查，所以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归一归位啊，假装的我是住在你这儿。那你光把东西搬过来，你人不在这儿，到时候你爸过来不还是穿帮吗？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，我不在你家就在加班，不在加班就在加班的路上。哎，你跟车子俊你们小两口亲亲我我甜甜蜜蜜，我孤家寡人一个，还要替你们背这么大一个黑锅，
你们于心何忍啊？哎呀，谁让我们是朋友呢？我没有你这个重色轻友的朋友。有，没有？我把看我多有远见。哎，爸，什么事儿啊？你睡醒了？没有，那不是让人吵醒了吗？你平常你说你从来不在外边住，你现在你住了人家里边，你能睡得着吗？有什么睡不着的呀？睡得好着呢。你瞧你这个没事，你有家你不住，你这老住人家家里边，你给人添多少麻烦呢？那婆儿米一个人也太无聊了，那个婆儿米想跟你说两句呢啊。喂，叔叔你好。哎，小婆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小婆啊，你看这个小雨啊，你老跟你这儿住着，给你添麻烦了啊。不麻烦，不麻烦，叔叔一点都不麻烦，你别客气。这个小雨不太懂事啊，他呢，这个你这老在你这儿，你们互相之间，你们多关照关照。崎岖。